就打一次。反正我们先手消暗，然后把日狼打死，第二回合再把暗狼给打死，是这样吗？是这个理解吗，各位？哦，同伴死才有反杀。好吧，有点小复杂，但是可以。所以这名字月狼不烂。不好意思，怎么讲？该那技能蛮难懂的，其实。哦，暗狼他有说明哦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好了。我是真没看到那说明，这就是有一个反杀哦，点开可以。如果说敌人死亡后会，如果击毙敌人就会结束反杀哦，所以我们要先击毙他旁边的人啦。啊，可没有，可是没有按住哦，怎么手需要按住？拉角色住。好，反正就是要先解决右边的，所以我们要先手消暗珠，不手消光珠。好，他那个反杀不见了，我们才能接走他。很棒，这边需要理解一下。啊，开始喷尿啊！我是说喷毒，对，20，大家可以理解一下，就是上下水珠固定给你12颗。所以你等于是你要再消8颗的其他珠子啊、哦，那你可以开高三，如果你高三跳的话，没有高三的话，那就转珠啊，直接转。哎、欸，哦，少消3颗，对对对，确实好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开牌珠啊，开牌珠比较轻松，这应该有了吧。我比较想要喷咖啡色的，我觉得没应该有机会喷咖啡色的哎、欸，因为我现在看起来他喷这个东西是依照敌方的属性去喷的，对，所以像可能白夜叉就喷白色的，玛雅就喷黄色的，以此类推，玛雅可能喷死吧，啊没有，我是说。喷那个光的那个属性啦，是这样，所以要看它的属性是什么，是吗？我猜的啦，我也不知道。这要干嘛、啊？光暗遁现哦，哦，他这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开下去就反手消了？所以我其实也不用管那光暗，我直接扁他就好了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，试试看。扁他银石，操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开这个。哈，打不死人、欸。谢谢红主播的检举，谢谢红主播的解说检举了。黑洞，哦，转珠不能停在黑洞吗？还是怎样？哦，所以刚才其实是可以无视的，但我停在黑洞是不是？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 停在黑洞吗？因为我为了示范各位的操作，对吧？有可能 有可能大家就有机会这样做啊，我就示范一个。你们有可能做错的一个操作，那这个影片是不是就更加的完整？你们懂我的那个用心吧，对吧？那其实那个做错了，那也没差，对吧？那你还是可以补救的回来的，你们懂我的意思，对吧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他有骷髅头，他为什么有骷髅头？他凭什么有骷髅头？没事，我跟你讲，他要打我的时候，我走六步以上啊，就打不到我了。临时没有反手消，不是反手消，真的吗？有吧？我点给你看，我记得有啊。技能确认，来确认一次。
置身无事，连吉祥等顿。刚刚那个东西叫连吉祥等顿吧？我记得，好像是啊，应该是吧。还是我误会啊？我认真问，这刚才那个盾牌银石是可以无视的吧？哦，不是哦。哦，那好吧。反正我们最后是用辛巴解的，又不是用银石，还是可以过啊。没有问题，轻轻松松。有玩塞尔号吗？没有呢。塞尔号最近是有出新的东西吗？